看着大家恳求的小眼神，顿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土豪。那就做几次好人，满足大家的愿望吧。嘿嘿，你怎么会突然出现的？天哪，太酷了吧！只要你能帮我联系上咒术师，再把他带来，我就天天带你玩这个。等我的好消息。好痛！喂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不满？是他让我找你的。我就是想问问你配吗？那个，我还没考虑好。不买直接说不就行了？至于这样吗？打人算什么本事啊？我哪有？我根本没打过你。等一下，是你吧？不是我。